成日都留喺屋企，我就想有张书台咧，可以摆部 desktop 方便做嘢嘅。又想要个蓝牙喇叭可以听下歌啦，吓、啊、又想要个 PS4 可以打下机、啊。但系有咁多嘢，边摆得晒啊？唔紧要，呢部 HP Envy 32 All in One PC 帮到我。表面睇佢只系一个普通嘅电脑 mon， 但实际上佢系电脑、蓝牙喇叭、外置 mon 沟埋一齐嘅 All in One 濑尿牛丸。佢虽然有 31.5 寸 WLED 背光荧幕，但因为边框好幼，机身唔算太大，而且冇主机箱，非常悭位。我间房咧就好细嘅啫，放得落部电视就放唔到其他嘢噶啦。所以而家有呢个大 mon 睇住 YouTube、Netflix 咁，就可以完全取代电视。不过呢个都唔系最犀利嘅地方，而系佢有好多隐藏功能。首先就系佢呢个蓝牙喇叭。只要将电脑配对在手机或者是平板上，就算完全熄了部机都可以用来播歌的。He's here. I smell him.佢嗰個人聲咧係真係幾出幾清晰嘅，嗰、那個音量咧直頭係非常好啊！因為我第一次開到個音量最大嗰陣時咧，即係大聲到嚇咗一嚇。不過佢嗰個音域咧就唔係話好闊啦。而另一樣令我驚喜嘅就係呢部 Envy 32有兩個 HDMI 位，一個可以輸出播去其他顯示器，就當然冇乜特別啦。但另一個竟然係輸入插槽，即係話 PS4、Switch 呢啲遊戲機都可以播埋落去個 mon 度玩，咁就唔使再同屋企人爭客廳啦。大家知唔知道即使是 4K 片，但冇 4K 顯示器，其實畫質依然係爭好遠呢。而呢部 PC 就正正係 4K 熒幕，所以畫面細緻得嚟又清晰，仲可以點對點咁欣賞到 4K 片㗎。硬件規格都算旗艦級，效能強勁，無論係剪片執相定係睇戲打機，一次過做曬都依然好快好暢順。以為咁樣就完？其实佢附送嘅无线 keyboard 都内有乾坤嘅，除咗喺电脑打字 ，keyboard 仲可以同时支援多两部装置，用蓝牙接驳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都冇问题，揿一揿就可以即刻切换。作为一部有咁多功能、性能好、设计又靓嘅电脑咧，其实真系好啱中意好多唔同娱乐嘅人。不过价钱上就一啲都唔亲民啦。但如果想买个方便，这个电脑又确实满足到你好多唔同嘅愿望喎。咁所以大家就自己衡量下抵唔抵啦。想知道更多关于呢部 PC 嘅性能同资讯，就记得睇翻篇文啦。生活乐科技 Anwar-K。